PayNow 不只是限于在转钱给我们亲戚朋友方面，我们也可以到我们家楼下 NTUC 或者 Hawker Center 和熟食中心 OK 来付款啊，简单又安全，不用带现金。 OK， 来我教你们怎么做。好，第一步，到小贩中心或 NTUC 之类付款时，找出指定的 SGQR 码，使用您的银行软件 DigiBank 扫一扫指定的 QR 码。扫了之后，必须登录您的 DigiBank 户口。登录了之后呢，就可以付款了哦。记得哦，给店里的负责人确认哦。简单吗？三个简单的步骤，让你方便又安全的付款。如果你要买东西，哎呀，钱包啊忘记带出去，别担心，拿出手机按下去 PayNow， 它是很容易。Check it out， 电话号码你按下去，要转多少啊随便你 ，send 出去，不用跑来又跑去，安全它又很容易。嘿，千万不要用现金买东西，以免 COVID 传到你身体，刷一刷按下去就可以，开开心心，你不用担心。老人家你要买东西，可以叫年轻的帮你，你不必啊出门去，出门去 PayNow 它是最容易。嘿，在这个系列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用 Google Drive 来储存你们的照片。